声音就要干嘛？好声音干嘛？好声音当然就要听听咯。对了，好，我们来到了10月18号，神的笑。哎，神会不会笑呢？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。但以理书9:18，我们在你们面前恳求，原不是因自己的义，乃因你的大怜悯。神会对我们笑吗？神的微笑不是给夸耀自己人做多少的哈。而是单单的那些赞美神的人，神会为他所做的一切献上感恩。所以呢，因为神为他所做的一切献上感恩，神会喜悦我们。所以神的笑呢，就代表说神所喜悦我们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现在上了那么多有关于圣经的这些小小的事情，你到底认识神多，认识多少？来，你希望神对你愤怒，还是神对你微笑？微笑。为什么？因为微笑是会让人家怎么样？因为要微笑，所以要什么？因为要微笑，因为要微笑，所以要微笑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10月18号，你就像刚刚妈妈没穿外套，我就说，因为你没穿外套，所以你没穿外套。穿外套，对，所以我们要神的微笑，因为我们要神的微笑。好，你现在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？空拍机。为什么要空拍机？好玩。对啊，好要空拍机，对不对？空拍机，空拍机。我们只能买到儿童用的空白机，如果的话没办法，因为空白机要考驾照才能用，一般人是不能使用的。你说哪种？所以你想要的礼物是空白机，好，我们去研究一下吧。哦，要考驾照？要使用执照才能在一般的地方开。要使用什么？空白机有很多种等级，你不用考，你跟年纪根本不大，你也不用想那么多。不是，那要考什么驾照？就是空白机的使用执照嘛。对啊，那你18岁都还没有，什么都不用想。好，懂吗？那如果我18岁还在大学，那我就可以考了吗？对，没错。好，我们对，没错，10月18。所以18岁就直接成年了。对，以台湾的法律是这样，没错。好，谢谢大家。